这是你的爸爸。恒静，这是你要的报纸，半个月前的，刚寄到。谢谢。恒静，其实我当初来伦敦就是来陪你的，但是你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。三少已经失踪六年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？程玉，其实呢，我一直觉得三哥可能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在哪个角落里面好好的活着，总有一天他也会见到南归。我没事，那我先带盖伦进去睡觉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睡觉吧。嗯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你在看什么？南归，你看，这是你的爸爸。妈妈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去找爸爸。我们能找到爸爸吗？一定能。咱们一定能找到爸爸。